终于爬了好久好久的楼梯，终于来到了这一家 Airbnb 哇，太漂亮了！这个 view， 天呐，我们真的走得特别累呀！哇，还好有蚊帐。 晚上不怕有蚊子，这个房子不大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，这里是门口，刚刚是按密码进来的，然后一进来就是主人房，然后厕所。啊，我今天要好好洗个澡，出了一身汗，走上来。 主要是要扛很多东西，这里买东西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带。这里就是厕所跟卫生间，然后这是小孩子的房间，你看，好哇，都是海景啊，太美了。然后这是上下床，有两张。 然后这是楼梯，我们上去上面看一下有什么。看一下上面是什么。妈妈，你看那个鱼。耶。哦。爸爸在弄吃的。我们带了一些吃的。 这是厨房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它这里有那个去蚊子的水，你晚上可以碰一下那里去蚊子的那个水。算有点人性，嗯。哇，这个 view 真的是绝了。在这里。对，很酷。Yeah， 在 fridge。 看一下它 杯子什么都有，嗯，这是客厅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餐厅，然后餐厅这里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view， 太赞了吧！我们出去看一下。 太美了！哇，这个 view 真的是绝了。 我们还有沙拉哦。爸爸今天晚上煎牛排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煎牛排了。蘑菇。来。
肉店买的这个 7 Plus 的，但是我感觉不太好。不行，肚子真的饿了，现在都八点了。进去打的是也行，我觉得把这个里面那个锅跟。这个 juice， 这个 juice 好了就差不多了。这个还有一点点。怎么你烤这片牛排这么好？给小孩子啊那个。那片薄，这片厚。嗯。You take your photo。如果天气好的话。Actually, can you give me some more steak? Well, go get a girl some more steak now.Hello. It'll only take about a minute. Thank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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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然后就拿一整够吧，整够的功能。它这个已经把它散了。它这里还有一个火炉。你为什么不留到明天再弄？你有没有养火的？有啊，我放了。啊。放到里面，飞。
这个边上啊，这个边上。我那个时候过来，然后，哥，这还我自己干。别干，我等下再想办法。金飞雪啊，这个看到吗？它就在那里。Stingray 啊 ，Stingray， yeah。Can I take a photo of the stingray？ 可以啊。这个是。A personal photo. I like it.Thank you.
他一般 Q 门或者是最后差不多了就可以出锅了，出锅前再放，提前放了很容易烤糊。在不露开了的不要看着啊。我想。这个没有。会叮我了吗？不露的那个。这个不会的。啊。